五月追韩星，秀智 NU 和39 EST W Andy 抢票看这。秀智 NU'EST W Andy 五月接力来台。图宽宏艺术很 ASIA 红心自绘提供，2018年4月20日。五月韩星追不完，几乎每周都有艺人来台会粉丝，而国民初恋秀智将于5月12日在知深访台，5月26日则是逆行偶像 NU'EST W 再度登台开唱，长寿团体神话 Andy 也将在登台做公益，于5月27日与大家见面。秀智表示，从2015年后就再也没来过台北，因为吃过知名小笼包，所以印象深刻。期待粉丝来访能再吃到，当然也很期待能够见到粉丝们，兴奋直呼能见粉丝又能吃美食，真是幸福。他将于5月12日来台，晚间7点在台大一楼举办见面会。票价均14000元，对号入座。21日中午12点于宽宏售票系统全台 OK 莱尔富便利商店开卖。有逆行偶像之称的 NU'EST W 将于5月26日晚间7点在新北市工商展览中心开唱。他们这次要以完整的演唱会模式与台湾粉丝相见欢，喊话要用最精彩的舞台展现 NU'EST W 的魅力。他们演唱会票价分为4800、3800、身障席2600、需传真购票三种，22日下午1点在拓元售票系统开卖。三度为公益来台的神话成员 Andy 李先搞表示，能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是他的荣幸，想用身体能力行的方式来报答大家的好意，所以寄出一对一合照作为福利，能做爱心也能让粉丝有难忘的回忆。他将于5月27日下午5点在 NU'EST W 举办爱心见面会，门票采捐款赠票方式。22日中午12点开放捐款4500元，就能获得一个名额，共有500张票。